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6年马来西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佛法智慧普利众生，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私忘我，辛勤耕耘，慈悲救度全世界1000万人，结缘佛法，使佛法精髓普利众生，和平之光遍照十方，智慧圆融，妙法示现，慈悲无畏，应机说法。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军宏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荣誉，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今日有缘，我们再次相聚在马来西亚，共沾法喜，共沐佛光，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佛法永驻在人间，人心向善助人间，慈悲喜舍洒人间，修成菩萨救人间。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啊！我们尊敬的各位法师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和义工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活在人间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经常想找寻啊一个寄托和解脱之道，因为我们吃了苦了，我们才想起我们要解脱。我们怎么样来解脱？我们的心要寄托给谁？这就是我们要学佛的道理。所以我们往昔所造的诸恶业，在心中，在80天中已经非常非常的留存在内心当中了。所以我们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慢疑，让我们的内心经常
做出了超越自己本性的东西，那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去做了，这就是造成我们的累积的冤结的根源。所以学佛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消除这些业障，学佛就要懂得怎么样跟自己的内心的逆境来相处来解决。所以有佛缘的人就是一个实修之人，实实在在修心的人，这个人就能够到天上去。所以实心就是你心中的道场，道场就是你像一架飞机要有飞机场一样，你心中有这么一个道路，菩萨就能进驻在你的心中。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个环境，你没有道场，菩萨是进不来你的心中的。所以实实在在的修心，那你的心中就拥有了佛的道场。我们实修之人必须要做到实行。实行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去如理如法的去做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面的问题。所以对佛法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得好呢？首先要有信心和忍耐力。一个学佛能够成功的人，一个能够一念阿弥陀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有信心有耐心，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欲望的人。这种人在人间就是人间菩萨。所以我们人生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菩萨说人间的寿命就像纸啊，这么一弹就没了。想一想，很多人在我们身边就是这么几十年走了，很多人就慢慢的离开了人间。所以我们学佛应该懂得怎么样不执着于你眼前所得的利益，叫积德利益。所以因为我们看到了眼前的利益，我们才会被命运牵着走。因为你特别关心你的孩子，你就被孩子牵着走。因为你特别关心钱，你就会被钱牵着走。因为你特别关心股票，你就会天天被股票套住。因为你天天注重在感情上的是非，你天天就会被感情的一张情网所罩住。所以人怎么来解脱，就是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再多，不管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再多，一切都不是永远的，都是暂时的拥有，失去也是暂时的失去。懂得无常就是佛法的真谛之一。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无常的，我们不会永远拥有的，那么我们已经在思维上去超脱了你这个物质本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力量。当一个人的精神得到力量，知道这个无所谓，因为这个不长久，那个无所谓，因为那个也不长久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无我了。这就是佛法界经常讲的，用无我的精神活在这个世界上，与众生在一起，你就是众生佛。我们这个色身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实际上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个身体到这个世界到底来干什么的？我们这个身体到人间来，不是造业来的，也不是让你来享受的，
是让你来好好的借假修真的，再硬的骨头也会没有，再好的身体，再好的皮肤，它也会没有。人间一切都会从有到无，从无到有。所以佛陀经常教导我们，人心的妄念就是苦的根源呐。一个人只要去想不应该你得到的东西，这就叫妄念。经常想去不应该得到的，你想去得到，这就叫妄念，这就是苦的根源。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名佛教。修行的人就是要对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就像我们去度人，当别人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伸出手去救他，他容易接受。当这个人名利双全的时候，你去救他，他可能很难开悟。这就是时间的问题。天地人，这个是一个相通的。就像很多人，你跟他想去沟通一件事情，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很容易接受你的意见。但是当你身体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去跟他谈任何事情，他可能都会回断你。这就是为什么做人要懂得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问台长说，台长，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下雨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感觉不舒服啊？很多女士一到下雨马上不开心，因为今天洗好的衣服没地方晾出去了，对不对？怎么没关系呢？心情不好，天气不好，全部都有关系。天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要懂得修行要在因上努力。什么叫因上努力？这就是为什么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呢？菩萨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菩萨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对我们怎么的情况会发生，所以菩萨不敢去做这个事情。而人为了得到积德的利益，我先去做，做了之后万一结果不好了才来害怕。就相当于很多人进了监狱才知道我蛮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很多人离婚了才想我为什么不能对我老婆过去好一点，很多孩子离开你了才想为什么我不能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这个一切就是代表了我们追求的是果报，而不是追求的是善因。学佛人要懂得我们要在因上去努力，今天只做菩萨的事情，不做恶事，不做坏事，只做人应该守的戒律，菩萨守的戒律，所以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果和人的善果。只要在身口意三个关上好好的符合正因，你精进不懈地去努力去用功，心就会明心见性，才能达到人间菩萨水到渠成之意呀。明天大法会有几万人，今天这里就有3000多，还挤得嘞。所以台长觉得这个世界上寻求啊这种啊懂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人有很多，所以我们更要站出来好好的去救度他们。其实众生就是佛呀，因为有智慧能够开悟的众生你就是菩萨。因为如果菩萨一旦迷惑了，他就是众生。今天
我们都在努力的好好学佛，让自己开悟精进，那么人间就会多出更多的菩萨和佛呀。看看当今世界，人的智慧都丧失了，人的意志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就是在7月26号上个月啊，想想看，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候，凌晨2点，一名男子在日本啊，神奈川县，他居然在福利院的老人，无依无靠孤寡的老人，他居然带了一把刀，一间一间房间去把19个老人全部刺死，还有40多人受伤啊！这是什么的智商啊？人的慈悲心到哪里了？这些老人没有还手之力。想一想，最后这个人是因为被解雇而报复啊！想一想那些无辜的老人，如果我们的老人家长辈被送到养老院了，都希望在养老院里好好的活着，没想到碰上这么一个被解雇的人，居然他在被接受审查的时候说，我要让这些残障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想一想，人的心变得多恶呀。所以为什么要学佛，就是要让慈悲洒满人间，让慈爱遍布全球，让国家好，让人民好，让每个家庭好，这就是心灵法门啊。人生我刚才说的最大的痛苦是心灵没有一个归宿，没有地方去。所以我们人没有目标，就像一个司机没有目标的在开车，他永远不知道要开到哪里，不管他的车技多高，不管他的汽油多满，他不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他就会慢慢的迷失方向。我们人在人间生存，要懂得我们的方向就是要解决每一天的烦恼啊！要懂得接受现实给我们的教育，要懂得怎么样用智慧来克制内心的贪嗔痴啊！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智慧，智慧就是你消除烦恼的良药。所以菩提就是智慧，般若是大智慧。所以为什么佛经上讲烦恼即菩提呀？因为有烦恼了，我们才有智慧去对治它，没有烦恼我也没有智慧。所以看到烦恼不要怕，只要拥有智慧，我们就能够消除障碍，在人间过上一个能够欣欣向荣的每一天呐。心灵空虚的人，在人间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要记住，心存善良，没有可恼之事，什么事情都原谅别人，你就会没有苦恼。心存善良美好，则没有可恨之人，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舒畅。心若简单，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没有纷争的这个困扰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的心就会空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我心空不下来，就是因为他的内心有困扰，心太复杂了，把别人都想得很复杂，自己心简单一点，把别人都想得简单一点。所以
很多先生在公司里是领导，回到家拿着公司对员工的那种严厉和那种怀疑对自己的太太，太太很快就会离开你。所以简单一点，能够让别人接受。太多的忧伤会让你的心不纯正，心不安呢。所以行善事的人，天地鬼神都知道，每一天做善事，你就会得善德。我们做人，如果天天活在怀疑别人的身上，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来说非常的寒冷。如果像我们今天学佛人一样，把别人都看成像菩萨一样，别人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你天天就活在阳光充沛的人间天堂之中。一个人如果不去恨，苍天都有温暖；一个人如果不乱讲话，四海升平啊，家家欢乐呀。很多人就是讲话讲出来的问题。台长告诉大家，现在的人心已经到什么地步了，这都是真的事情。大家想一想，有一个人在重庆，他先生啊彩票中奖460万元，他怕自己的妻子跟他以后要分一半，他居然瞒着妻子去和他离婚，骗他。离婚的第二天，他就去兑换了奖。事后他的前妻从朋友的口中才知道这位熊先生中奖了，这个妻子也不省油，将他告到了法院，要求一半。没想到法院可能也是学佛人吧，他居然终审判决熊先生要把得来的460万分一半的彩金给他妻子。这个世界不要去太贪。如果他真的告诉了妻子，很多女人还可能跟先生说，先生你藏起来吧，你都藏好了吧，啊，你不要给我啊，以后有的花钱了，家里要花很多钱的。很多女士是这样，但是她小心眼被人家告到法庭，最后还损失一万。所以做人气量大，心要包容天地之间呐，海纳百川呐。想一想，大海不管你倒脏水倒好的水，它都能接纳你，把你染成蓝色。所以一个人心胸多大，代表你的事业多大；心胸多宽广，代表你的前途无量。所以要懂得一句话，我们心中天天像天一样的宽大，天天想着人间不是我长久之地，只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一段旅程，最后我的家是在天上，是大大无比的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永远不会在人间去斤斤计较那些不属于你或者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也不会伤自己的心，害自己的命。所以学佛人要学智慧，要学境界。当你境界高的时候，你就离开了痛苦，享受了快乐。所以能够让别人快乐的人就叫慈悲，
能够让自己快乐的人，那就叫智慧。台长告诉大家，简单就是快乐，复杂就是痛苦。把自己想得太复杂了，你一定会很痛苦。把每一个小问题想得太多了，时间长你就活在痛苦当中，再时间长你就会忧郁，再时间长就会忧郁症爆发，你就会自杀。所以人要活出简单都不是这么容易的。很多人说，在西方讲叫 I'm easy man， 就是我非常简单的无所谓的，叫 easy man。 我们讲起来叫这个人很简单，谁都喜欢跟简单的人交朋友，谁都不喜欢跟一个想得很多的人交朋友。如果你跟他一讲，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吧，什么意思啊？你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啊？对不对？我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有一个人在飞机上，他不用手表，很多男的不用手表，喜欢用手机看时间的了，对不对啊？他用手机看时间。有一天呢，他在坐飞机，那么飞机上不能用手机的，他呢没手表，他就问边上一个老妈妈，一个老奶奶，老奶奶，能不能问一下几点钟啊？老妈妈问他三遍，老妈妈就不讲话。等到第三遍的时候，老妈妈，到底现在几点钟啊？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啊？老妈妈憋不住讲了，我如果回答你的话，你就会跟我搭讪，我在飞机上就不能好好的休息，我要不停地敷衍你去回答你，然后你一定会帮我拿行李，你帮我拿了行李，我回到家里还要打电话请你来，谢谢你，要请你到我家里来吃饭。你一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我有一个闺女长得很漂亮，你看上了我们家里的闺女。当你看上我们家里闺女的时候，你连一个手表都买不起的男人，我怎么能让闺女嫁给你呢？所以啊，人要活得简单一点，人不能太复杂。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小时候很简单，谁看见了都喜欢他呢？对不对啊？长大了会复杂，小时候会简单。贫穷的时候呢会简单，有了钱了你就开始复杂了。落魄的时候你很简单，复杂的时候呢，得势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复杂。人生如梦，转眼就是很多年过去。学佛人要明白，掌握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的时间，好好的放下自己。与其每一天必须要过，你痛痛苦苦的过，还不如放下自己，快快乐乐的过。你能够控制自己每一分钟，都不让自己难过，你就是一个智者，你就是属于菩萨的境界。哈哈哈哈！我们的弥勒佛为什么肚子这么大，能够包容啊？而我们为什么人这么小啊？因为小肚鸡肠啊。要慈悲别人，要宽容别人，从自我做起，从家庭做起。你连自己的妻子嫁给你，你都不能容忍他，你连自己的先生天天为家里付出这么多，你都不能容忍他，你还能容忍谁呀？学会菩萨的大度，学会菩萨的容忍，学会慈悲呀。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慈悲啊。所以有一个关于一位法师，这位是修炼非常好的高僧大德，他有一位美丽的传说，说在古时候有一次战争当中，一位士兵正要用枪对着一位老法师要把他杀死的时候，这位法师对着那位士兵说：阿弥陀佛，你能等我一下吗？这个士兵话还没听他说完，跟他说：早晚也是死，你为什么要等啊？这个士兵的话没有说完，这位法师突然腾空而起，飞上数丈，瞬间又坠落下来，但是落地的时候竟是盘腿而坐，原来他已经进入了涅槃禅定，神识脱离而圆寂了。他的眼角还挂着一滴晶莹的眼泪。法师为什么会瞬间作画呢？原来在佛经上记载，沙阿罗汉出菩萨身上的学者都要堕落无间地狱，这位法师悲悯这位要杀他的小兵，为免他造下如此大的恶业，宁愿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那眼角的泪正是莲花上最美的露珠啊。所以我们人内心最深处的慈悲被这么激发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在看见别人死的时候才会感动，因为当别人还在跟你生活的时候，你没有这份感动。在人间我们会遇到很多可恶的人，要生气的事物，眼睛要经常浮现出这位老法师纵身飞起的身影，那飞起的身影当中拥有着无限的慈悲呀、啊，让我们所有的气和恨都会消失啊！所以拥有慈悲心的人就不会去怨恨或者气恼，我们做人就不会生气。让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让我们的心紧紧地和菩萨在一起，让人间洒满慈悲的光啊！帮助别人要无私，这会给你带来的是心定和快乐感。人间的波涛始终是一波连一波，无始无终啊，犹如大海的墨一样，当你看见涨潮的时候，那些潮来潮去瞬间会淹没你人间的脚印。所以我们要懂得不要把精力消耗在人间的名和利上面，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看见过一张照片的新闻，说的一个很有钱的人在医院里把大把大把100块的钱撒在了走道上，一边哭着一边叫着，命都没了，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想一想啊，人连命都没了，你还拥有什么？
人的生命就是你唯一的宝藏，唯一的，我们说它是唯一的一个依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的人，他为了钱，为了名，去换来的这些荣誉和名利，能够让你重新恢复你的身体吗？所以有一个人问我说，台长，我很孝顺父母啊。我说，你天天让自己身体不好，就叫不孝顺。因为父精母血，爸爸给你的骨头，妈妈给你的肉，你伤了自己的身体，就叫不孝顺。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活得愉快，也是对父母亲的孝顺。所以台长呢，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看图腾确实就是看图腾，是其实只是一个方法，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他们那些不相信的人先把他们拉进佛门其实我们要渡人很难的，有时候跟别人说，哎呀，你信佛吧，我不信，磕头吧，不磕，很难的。所以呢，这个看图腾之后呢，一说，哎呀，师父啊，你怎么说的这么准呢？哎呦，台长啊，你说的这么准呢？接下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念经，不但要他信佛，直接叫他念经。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同修打进电话，请台长看图腾。我看到他肠胃不好，脚上的筋都爆出来，静脉曲张。台长还告诉他，只听他老婆的话，家庭，我说你就圆满了，你好好听你老婆的话。因为台长已经看出来他一直很听老婆的话，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这是最近的。师父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打来的。你好你好。想问一下台长，跟我看图腾可以吗？可以，你讲吧。好，我现在是79年属羊的，我看我们身体有没有灵性？有啊，你的肠胃很不好啊。是啊，对啊，对啊。很不好啊。还有啊，你要注意啊，你那个脚啊，你的脚上的这个筋啊有点爆出来。对了对了，有点抽筋一点点。还有点就是我说的静脉曲张。对，真的很准啊。你这个人本质很好，你这个家庭还是比较圆满，你只要听你老婆的话，你家里就圆圆满满下去了，因为你这个人一直听老婆话的。对呀、啊、对呀、啊、真的很舍得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和感恩如台长。谢谢。我觉得不管听谁的话要听菩萨的话。菩萨叫我们不要贪嗔痴慢疑，我们就不贪，不去恨人家，不要去怀疑人家，不要做愚痴的事情，那人就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台长跟大家讲，我们要活在当下，就是要知道自己到底现在在人间干什么，不要错过生命中自己在人间的解脱之地。台长把人间作为自己生命的解脱之地，好好的学佛，因为我们从人间可以直接回到我们母亲的怀抱，所以这是一片解脱之地。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活，不要想不开，因为我们只是借假修真，这是一块这个叫解脱的地方，不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地方。想一想，你们一生当中搬过多少次家，你们一生当中有过多少次分分离离，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想通想明白，借假修真，快快乐乐地活在当下，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有当下。你追逐再多的人间福报，
你就算再快乐，你也要放下。所以最好的就是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学佛人要懂得佛不远人，人远啊人，而人远佛，就是说菩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只是我们的人离开了菩萨。佛是心座啊，就是心座的，所以一个善良的人他就是一尊佛，一个很有慈悲心的人他就是一位菩萨。所以我们不做迷惑颠倒之人，因为迷人修因待果，就是天天的想知道要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让自己变坏。这是修了一点点马上说我已经念经了，许愿放生了，为什么我的啊这个好事还没来，菩萨还没有救我。所以悟人就是能够开悟的人，了无心相，也就是说心中他没有着相。迷人之物，这个人迷惑的人，他会对每一件事情都特别的啊，人间的东西在乎讲究，不舍不得。所以守我为己，总是以我为目的。悟人般若，什么意思？开悟的人有智慧，就在人间应用现前，就会懂得应用。所以很多人执迷的人，他不听人家的意见，不听人家的话，总直觉得自己是对的。有一个，我说一个笑话，有一个老人家啊，这个老伯伯挺好玩的，他呢什么事情呢他都搞不清楚。他给儿子买房子，到银行呢去办理分期付款的手续。在银行呢办手续呢有好几种，一种呢叫季付，就是一个季度付一次，还有叫月付，一个月付一次。这个时候呢，这个老伯伯呢就跑过去了，就跟他说啊，这个先生啊，我要付钱。啊，这个营业员一看他这个单子，马上就说啊，老先生，你是季付还是月付啊？他一听就火了，我是什么季付啊？我不是季付，我也不是月付，我是父亲。那个营业员，哦，你一次付清是吧？付清。一个人如果活在世界上，不了解生命的真实含义，生命和生活对他来讲，他觉得是一种惩罚。所以很多人天天活在世界上，越活越痛苦，天天苦。说人间苦短，天天烦恼，越烦越恼。所以生命就在他的烦恼和痛苦当中，又在嫉妒和怨恨当中慢慢的失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经常说，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所以我要你们懂得人生无常，抓住自己每一天开心的事情，多一分钟的开心，你就获得了一分钟的实实在在的真心的回报。众生很可怜，每一天在造业，自己而不知，拼命的去追求今天失去的东西，他难过放不下，还要拼命的去追。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失去，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还会拥有，拥有了还会失去。想解决不想失去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拼命的去拥有，你就不会饱尝失去的苦恼啊。所以台长在弘法当中
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是很乐意回答大家。那么有很多人说啊，师父，为什么我跟别人一讲话我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有时候一度人，这个人跟我一讲话我就会觉得马上就像浑身无力泄了气一样。哎，我今天从科学的角度上帮你们讲一讲，人的气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吸你的能量啊，有很多人会给你能量，你们想不想听啊？我们要知道，有时候一个人走近你还没有说话，你就会感到自己很不舒服，你已经会觉得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跟这个人如果聊天20分钟下来，突然之间他一走你放松了，你会感觉到身心特别的疲惫，而且好像被掏空的感觉，浑身无力，这个人可能就是吸收你自然或不自然的一种能量的人。那么每个人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人，有时候家里的人一靠近你，你都会觉得跟他多讲几句话会莫名其妙的情绪变得不好，实际上能量会转换。当一个男人在外面接触了不好的能量，回到家里，妻子就会感受到他这种压力。所以很多男人在外面生气了，一回到家，太太刚刚想开开心心跟他讲几句话，一感受到对方的能量，马上先生就开始骂了，实际上就是先生身上的负能量已经进入了你心中的正能量，所以没跟他讲几句话，心态就会变得悲观，感觉生活很暗淡。有的人你跟他一讲话啊，其实他的灵魂和身心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给别人带来正能量会让你非常的乏喜，给别人带来负能量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忧伤。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他们都有各种能量的叫状态，能量状态，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觉察，它都是存在的。就是你们今天这么多人，3000人坐在下面，也有不同的能量，因为每个人带来的气场不一样。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察觉对方有什么能量，对方的能量系统都会对你产生影响，那是自然发生的。有人在你身边有时候不说话，走近你，你都会不舒服。我们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吸收你能量的，还有一种是给你能量的两种人。我相信你们听我讲到现在，你们马上就想知道，哎，告诉台长，告诉我啊，哪些人是吸我能量的？我慢慢的跟你们讲啊。那么你接触了吸收你能量的人之后，你会感觉自己的能量状态降低了，就是没精无精打采，然后呢具体表现呢，感觉这个世界没有劲儿啊，对什么事情不感兴趣，不舒服，浑身不自在，身体啊哪里像被堵住一样。所以很多人跟人家讲话，你听他讲完话之后，你觉得心里讲不出的怪怪的感觉，为什么我这样啊，对不对呀？然后呢非常的疲劳，想休息。在接触了给你能量的人之后，你会觉得身体很舒适，内心会非常的平静，好像看到前途，实际上你的心灵和你的身体都得到了能量场的滋养。所以
从你心灵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想改变现状的一种方法和能量，这就叫充满阳光。下面我就告诉你们什么样的人会有负能量，你要跟他做朋友，跟他讲话要当心，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跟他多接触，大家想不想听啊？那么首先要学会辨别，辨别很重要。那么记住了，经常跟你交朋友的人当中，他经常有恨别人和经常动坏脑筋恶念的人，他会带给你负能量。简单的讲，就是要学会看别人的能量是否正的。首先你看他跟你在一起是不是经常的抱怨啊，愤怒啊，哎呀这个人啊死了就算了，这种嫉妒的人呢，你就会随时随地的流出，他会随时随地流出的这些负能量。那么他看什么都不顺眼，都会挑剔，对每件事情他总是看他的负面而不去想他的正面。举个简单例子，今天到了一个自助餐，马上1点钟要关门了，他们12:03赶过去，一看都收了，没几个菜在那里了。一个正能量的人一看，哎呀还有几块面包呢，好啊好啊。一个负能量的一看，哎呦你看菜都没了，吃什么，有什么好吃，还花我这么多钱。就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做人要懂得释放出的能量能够让你发喜，让你充满，就叫能量正频。他的思维是属于正能量，所以经常跟那些抱怨的人在一起，你会跟他一起抱怨。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经常看那些电视连续剧，等他电视连续剧看完之后，他就无名火在心中燃烧，恨不得要骂别人，因为这些是悲伤的感情剧。所以我们要懂得抱怨和嗔恨会产生负能量，怀疑别人的人也会给你带来吸收你的正能量。所以我们怎么样的人可以跟他在一起，那就是天天讲话让你开心，有时候你看到希望但是又没有骗你的人，让你感觉到你明天还会更好。天天抱怨吸收你的正能量，那么天天给你正能量的人就是让你发喜，让你开心，什么都是有一个希望。台长告诉大家，人生在碰到什么希望都没的时候，你要创造出另外一个希望，这样你就有选择两种希望。即使你生癌症了，你也要想到我还有菩萨保佑了，这样他的心才会有正能量的产生。我想呢，很多东西呢，像今天呢，是不可能跟你们讲的，因为讲的太多，因为这些我以后留在我年纪大了啊，跟你们一起讲。啊，跟你们一起讲，我会讲很多的。那么大家记住，不要被别人伤害，你的佛性才会圆满。如果天天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觉得很懊恼很悲伤，你就尽量敬鬼神而远之。所以我们不要在自己的心中把自己的正能量慢慢的消失，多跟让你发喜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学佛人要跟更多的能够充满着学佛心态的人，天天在精进学佛的人在一起，你才会发喜充满，精进的学佛呀。那么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
要和大家分享同修的爸爸查出的前列腺晚期，前列腺癌的晚期。同修呢为爸爸做功德，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法会做义工的功德都给了他的父亲。他的爸爸居然没有开刀，也没有化疗，3个月检查出来癌细胞全部没有了，指标比年轻人还低。我请大家听一听上个星期的录音，谢谢大家。师父，这一次我也分享一下，一位同修他说他爸爸3个月里边，就是先期查出那个前列腺癌，晚期的，而且在3个月里边，他为他爸爸做功德，去香港去马来西亚和那个新加坡的法会做义工，给功德给他爸爸。查出来的那个指标，现在他爸爸的这个指标比正常的年纪轻的人都低，就是说癌细胞全部没有了，哎，只有3个月的时间，而且他爸爸没有化疗，没有任何的这个开刀啊之类的，全部是把那个癌细胞那个消失了。他菩萨保佑。那个，我们学佛人讲心中倾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和亲人吵架的时候，和别人作恶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温暖的时候。因为昨天我小开示的时候讲了一点点，今天有同修很好玩，他说台长你能不能把昨天的再讲一讲，我没有记住。那么台长再告诉大家，当你心中有想不开的时候，和你亲人吵架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周围没有温暖的时候，希望你到孤儿院去看一看。当你感觉到自己很贫穷，很贫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希望你到农村边远山区去走一走。当你已经拥有了很多，你还不知足，觉得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我为什么没有的时候，请你到坟上去走一走。人生的精彩在于经历呀，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种思维，就是你对心智的学佛的一种磨练，也是一种成长。所以接受有，承受无，那就是菩萨的境界呀。经历了严寒才知道春天的温暖，经历了失去我们才知道拥有的可贵，懂得珍惜可贵，经历的痛苦你才知道幸福的难得。能够承受经历的人，一生都属于一个富贵之人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那么台长呢在开示很快结束之前呢，大家知道台长特别喜欢跟大家说笑话，我又准备了一个笑话，不管你们笑不笑，你们给我点面子，广东人说给点面呢，说的有一辆大巴士在崎岖的山路上在开着，崎岖的山路上，天呢渐渐暗下来了，车上呢有一个胖的男子啊，他从睡梦当中啊醒过来了，突然他发现呢车上的游客全不见了，连司机也消失了，而这车呢在慢慢的缓缓的正在移动的往前跑了，慢驶着。哎呦，他浑身一颤，吓坏了，有鬼呀，有鬼呀，他叫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头伸进车窗跟他讲，有你个头啊，说车坏了，全部车上的人下去推车了，就你一个人在睡觉啊。
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正念，正确的念头要经常常意正道，就是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对得起菩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正念常存在心，你的思想才不会有错误。正念在意识当中，你很容易会失去，因为拥有了邪念。所以天天保持自己意识当中的正念，就会消除邪念。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天天在进步，他就不会退步。让我们所有的学佛人能够增加自己的精进心，努力修行。我们拜着观世音菩萨，我们头上顶着我们的佛陀，我们心中拥有着更多的菩萨，让我们在人间修出一块净土出来，这就是人间净土。谢谢大家。